1928年，末世第十年，弹尽粮绝，也没了退路。我是这个城市最后幸存的人类，幸好你及时撤了出去。永别了。喂喂，你们就不能等老子告完别再来送死吗？啊，一起死吧，狗杂碎！左天臣，哎，我不是和感染者同归于尽了吗？左天臣，上课还敢睡觉？有人在喊我，有人在喊我，啊，这是。真敢在老班的课上睡觉啊，都睡傻了，是不是偷偷去网吧玩通宵了？我还活着。左天臣，你给我站到下课，自己不认真也别影响别人。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像回到了十年前的高中时代，一个还没爆发末日危机，没有感染者，安宁和平的世界，看起来好陌生啊！原来十年前的我这么瘦弱，脸上的伤疤也没了，真不习惯。喂，天臣，感染者，大意了，不能让他近身，直接解决吧。天臣，你发什么疯啊？哎。高斐，我操，伤口好深，你真不去医院啊？哎，刚才真吓到我了。大概是不忍回忆，我居然没想起他，学生时代我最好的兄弟高斐，但在末日爆发后不久他就死了。阿斐，这次我会让你活下来的。啊，你今天很不对劲儿啊，不会是真跟段楚楚表白了吧？校花表白？你不是打算趁着今天情人节偷偷朝他抽屉里塞情书吗？情人节？今天是2月14号。你没失忆吧？而且我还劝过你，段初柔看不上咱们这种普通学生的。老天爷，你玩我是吧？就给我这么点时间。当年我鼓足勇气向同班的校花段初柔表白，结果被当众羞辱。我说左天臣，别随随便便给我写什么情书啊。左天臣你牛，我操，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配你这种土鳖看上，真恶心。之所以还记得，不是因为这种小事，危机就是在那天下午的2点左右爆发的。阿斐，现在几点？这么急干什么？我看看啊。喂，左天臣，知不知道接到你这种人的情书我很丢脸啊，以后别靠近我，不想和你有什么接触呢。知道了，段楚柔，你也离我远点，看到你就犯恶心。你突然有点想笑，当初我怎么看上他的？而且如果不是他，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了，其中就包括高飞。哎呦，陈哥牛啊。高飞，我们走。2018年2月14日下午20时，一颗莫名出现的陨石坠入地球，炸裂成无数碎片，落入了全球各地的主要城市，病毒瞬间扩散全球。最开始所有感染病毒的人全部陷入了昏迷，一小部分人抵抗了病毒清醒了过来，但70%以上的人类已变成了病毒中的丧尸。幸存的人类虽然抵抗过，甚至逐渐进化出各种能力，但同样感染者也在进化，最终绝大部分区域沦为地狱。所以还剩不到一个小时出头。天臣，你准备写小说了吗？感觉你变了个人啊。
先是当着校花的面说他恶心，又开始给我讲什么丧尸。你就当我写小说吧。喂，带钱了吗？家里刚给我打了生活费。怎么想去上网我请客。一起凑钱多买些食物，要压缩饼干、巧克力、罐头这种，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嘛。末世小说里幸存的人类都是这个，果然正常人不会相信的，先忽悠过去吧。对了，给你爸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多买点吃的喝的，药品、生活物资什么放家里，等会儿去校办工厂集合。我操，真买啊。算了，就当储备一些宵夜吧。希望高飞听我的话，给家人打了电话，而我的父母很早前就出车祸离世了，亲戚们之间没什么来往，也没能力去帮他们。我所在的昌吉寄宿中学建在市北近郊的湖边，很偏僻，初期可以避开市中心的市场，才跑了这么一会儿就。现在的身体太弱了，因为是寄宿学校，储备的生活物资也比较齐全。最早时的感染者行动缓慢，只需要保持距离，避免陷入重围。而且这里偏僻无人，我可不想从昏迷中醒来时身处一队感染者中。这回我要做得更好，让高飞活下去，还有再度和他相逢。阿伟来了。天辰，你们班的体育委员带人偷偷跟着我。躲在这里你行啊？左天辰敢骂段初柔？就你这怂货，成绩一般，体育也不行，也配合段校花这么说话？真麻烦。拿把铁棍子以为我怕你啊？不把你打的。滚。有本事别躲呀，看我不打死你。体育委员左天辰，你别冲动啊。滚。天辰，还有你们，特别是你段初柔，都给我滚。搞什么？就这样算了？这家伙胆肥了，还真敢抄家伙打人呢。你不是很能打吗？喂，怎么全汗湿了？好恶心。他的眼神太可怕了，身体本能感受到了一种恐惧和危机感。就是怕了呗。白天也能看到流星。流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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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罕见呐！快许个愿。果山来了。下午真要旷课，还不如去网吧呢。高飞，靠墙坐稳了，做好准备。哈？地震了！开始了。因为这场流星让空气里突然自带病毒，所有人即将陷入长达20小时的昏迷，而醒来时这里将变为地狱。轩轩，原来是梦。哎，咱们怎么睡着了？我操，都早上10点了，夜不归寝外加旷课，要被处分的。放心，再也不会有处分了。天辰，你没事吧？从昨天开始就觉得你怪怪的。这谁在鬼叫啊？开始了，这么快就闻到人的气息了啊？
查岗的老师啊，看我的，装乖卖萌我最拿手了。哼，老师您好，我们是。天辰，你做了什么？就算怕处分也用不着，我的天哪！阿斐，求生手册第一条，遇上丧尸，绝不能有任何迟疑。背好包，跟上我，你马上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我是在做梦吗？我是在做梦吗？天辰说的竟然都成真了。阿斐，尽量躲开，绝不能被咬伤。好，好的。阿杰，大明，你们都是怎么了？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阿斐，不能和他们纠缠，跟紧我。啊！喂，等等我！加紧恢复体力，然后找机会离开。现在这身体实在太弱了，得赶快练回十年后的体质。这到底是怎么了嘛？应该有人报警了，等警察来吧。段初柔，闭嘴。喂，你别太过分啊，柔柔她是女孩子。你受伤了？被大明咬了，小伤而已。被陨石的细菌直接感染的，是初代变异者。而被他们咬伤的是二代变异者。变异？这种变异病毒被称为 X 病毒。 X 病毒只会感染人类，靠空气、水源、接触传播。前两者的感染率是70%，而接触性传播的感染率是10%。换句话说，被他们咬伤必然会成为他们的同类。胡说八道，你是恐怖片看多了吧？10分钟之内你就会变异，需要我给你解脱吗？至少你走的时候还是个人。你别过来，再过来我跟你拼了。你现在已经感觉不到伤口的疼痛了吧？变异开始了。我的手。柔，我会没事的。快滚开，你离我远点。马上就翻脸不认人啊，明明是为了保护他才受伤的。看，那是校长的车，他想逃结果撞上了墙。大部分变异者都被吸引过去了，
好机会。马上你就会变成一堆披着人皮的躯壳，真的不需要帮你解脱吗？我你骗人！不会的，我不会有事的。阿飞，我们走。哎，你们别丢下我呀！初柔，别碰我！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想跟你说，如果我真的会死，我要死，你自己去死！别耽误我逃命。现在的感染者还没进化。所以还能解决他们。只要别心慈手软就行。我做到了。会追不上你们啊！怎么又跟上来了？天辰，高飞，带我一起走吗？还是帮帮他吧，毕竟是同学。算了，现在没时间和他纠缠，要跟着就听指挥，否则就滚。门被堵住了，翻墙吗？不行，太冒险了。我去打开楼上的广播，将怪物吸引过去，你们趁机快走。那你怎么办？别担心。加油啊，天辰。啊？段初柔，你还好吧？谢谢，刚才不是你帮我说话，左天辰不会愿意带我走的。左天辰刚才敢那么对付我，看我怎么玩死你。先从你的好兄弟下手，现在我只能依靠你了。阿飞，你是好人，得多留点心眼，提防下左天辰啊。得逞了。没想到这时候竟然还能赚到福利，多亏了天辰啊。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个好人，不过别在天辰替我们拼命的时候在背后说他坏话，我可不是傻逼。可恶。现在这些家伙都还算好对付。开启广播是哪个键来着？病毒抵抗能力不能被他咬中。没料到广播房里有丧尸，好险，幸亏只是半进化。
变异的就是他啊。他好像是校广播电台的主播，是个声音很温柔的学姐，因为情人节藏在这里织围巾，准备送男朋友吗？可惜这个世界已经变了。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1 2 3 4 6 7 8。贴身成功了，我们走吧。门锁住了，让开。守好门，等天辰出来。别耽误了时间，那些怪物冲出来怎么办？你们两个快上来。高斐，校车来了，还不走？我要等天辰。你是二班的高斐，快上车。不行，左天辰还没出来。老师，左天辰杀人了，我亲眼看见的。什么？而且校门得关起来，不然那些怪物冲出来就麻烦了。没错，是得关好校门。高斐，别胡闹了，快上车。高斐，别为了左天辰那个疯子害了大家呀。段初柔，你果然翻脸不认人呐。门不能关，谁过来我砍谁。怎么了？谁呀？在干嘛？回头给你扣学分，记大过。别耽搁了，咱们快去市区。总算守住了啊。撑不住了，混蛋！ Yeah. 你，我连女朋友都没有，就这么……啊！差点就晚来一步。差点晚来一步。没上校车也好，万一车上出了任何变故更危险，而且去市区简直是给丧尸们送口粮。我就是生气段初柔关键时刻插你一刀。行了，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落脚。幸亏阿斐没上那辆车，重生前就是这辆车在驶往市区时，一名隐瞒了伤势的同学突然变异，还导致了车祸，一堆人慌慌张张地逃下来，其中就包括我和阿斐。车祸时的动静引来了很多丧尸，我们只有拼命地逃。段初柔他们先逃进了一个仓库，躲了起来。开门啊，求你了。把门关好，谁让他们跑得慢。陈哥，他们不会开门了。阿斐，我腿伤了跑不动，你自己快点逃命去吧。当时那个懦弱的我就这么丢下朋友自己跑了。老左，你发什么愣啊？顺点东西。我想起来了，在走几里路
有个可以歇脚的地方。是老天爷不想让我留下任何遗憾，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吗？就是这儿吗？对，这家修车行是我家亲戚开的，把门钥匙留给了我。还是要小心点，记得把门关死，然后检查下屋子。你有什么打算吗？一直打不通电话，我想回老家一趟，也不知道爸妈怎么样了。先休息一晚，等我去市区找个人，然后一起去你家所在的极限。找人？莫非是女孩子？我操，陈哥你有妹子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阿飞，你还真是个乐天派。放心，这几只丧尸是敲不开门的，你安心坐好，我叫你些东西。其实不管是丧尸还是我们，都感染了天外陨石带来的病毒，而这种病毒会诱发基因突变，绝大多数人基因在突变的过程中崩溃，成为了丧尸，但也有少数人可以抵抗这种突变，甚至控制它。这种控制基因突变被称为进化，身体素质大幅提高，甚至可以进化出病毒抗性。陈哥，这些是你怎么知道的？跟着做，别多问。我教给你的呼吸法可以加速进化，至少得拥有了病毒抗性才能自由行走。随着呼吸节奏静心感受全身，如果有刺痛的地方，就是潜伏在体内的病毒，尝试着控制它们。病毒会逐渐往一个地方聚集，根据聚集的躯干部位，往往代表着你以后的进化方向。和重生前一样，都是手掌，掌纹被称为万能系，对身体素质的强化过于平均，导致每个领域都很中庸。就算是有点废的万能系又怎么了？这种呼吸法是我重生前刚研究出来的最新训练方法，能加速进化，当时花了不菲的代价才得到它。我的优势就是比所有人领先了整整10年。怎么样，还好吗？我背你。天辰，你别管我了，你一个人一定可以离开的。别说傻话了，我会带你活下去，一定会的。糟了，前面是断桥。以后不许你跟我睡同一个房间。几点了？天辰，你真的要去找人吗？那个人对我很重要。天辰啊，快把嫂子带过来吧。你比我还兴奋啊。外面没看到丧尸。你自己一个人要当心啊，别让任何人进来，记住，是任何人。
行了，我又不是小孩，你还是早去早回。一定要平安回来啊，天辰。有句话我没对高斐说，我要找的人叫轩轩，在重生前他是我的恋人，但在此刻我和他是尚未相逢的陌生人。十年前的路都忘得差不多了。嗯，杂碎，去死吧！到处都是这些杂碎。有活人，别怕，不会有事的，乖。谢谢，刚才如果不是你，我们恐怕……别急着谢，这里不安全，必须马上离开。离开？前面拐角处有一个超市，去那儿躲起来。那你呢？我一会儿就来。走吧，我的小熊不见了。别管他了，我们快走。斑纹开始形成，万能系的综合能力逐渐出现了。刚才我就有种朦胧的感觉，他们来了。姐姐，大哥哥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有危险？不知道，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那些怪物。你留在这里，我去看看。不，我要一起去。那你要跟着我，不能乱跑。好。
到底是什么人？不是让你们躲在超市吗？她是你妈妈？不，是我姐姐。给，刚刚在车里捡到的。哇，谢谢你大哥哥。举手之劳。大哥哥，你觉得我姐姐漂亮吗？挺漂亮的，问这个干嘛？我姐姐还没有男朋友，你做我姐夫好不好？我姐姐可厉害了，她是老师呢。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别乱说。哎，这属于偷窃呢。那你放回去吧，反正你不拿，别人也会拿。只是不太习惯吧，昨天还在女子中学上课，现在外面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女子中学？是星星女子中学吗？啊，是啊。你知道苏若轩吗？你能不能先放开我？抱歉。我就是苏若轩的班主任，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他算是朋友吧。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毕竟轩轩还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昨天因为妹妹生病，所以回家照看她了。醒来之后，世界就变了样。不过你不用担心，轩轩是个聪明的孩子，一定不会有事的。不顾危险也要赶过来啊？是轩轩的恋人吗？没听他说过呀。你救了我们的命，也没什么可以谢你的。就算是道别吧，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哎，不要！姐姐，我们跟着大哥哥不好吗？大哥哥是好人，他会保护我们的。大哥哥，对不对？乖，大哥哥有自己的事要去做，我们不能麻烦他。以后有缘，我们会再见的。你会开车吗？会。那就走吧，先离开这里。哇！刚刚好多人都发了疯一样咬其他人，而且被咬的人过不了多久也会发狂，太可怕了。那是病毒，就像生化危机一样，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现在去哪儿？OK， 找到了，就这辆吧。解锁这种类型的汽车，我比较擅长。你还会偷车？同学，你这样很不好。不管怎么样，偷东西总归是不好的。我们还是去警察局求助吧，然后让警察帮我去找轩轩。警察局？那，你说的警察，是他吗？你是轩轩的班主任吧？老师您贵姓啊？我姓罗。罗老师啊，这个世界你变了。正好借鉴这个警察的装备，运气不错，这种战术符合防刺手套，普通感染者根本咬不动。罗老师，这给你防身，警察、医院、消防都不存在了。在如今，如果想活下去，只能靠自己。武器绝对不能离开自己的双手。就送你到这儿了，车里的电路我改过，就用我刚才的方法点火。趁着现在导航还没瘫痪，去这儿找我朋友，告诉他是左天辰让你们来的。原来你叫左天辰。是的。我叫罗小雨，他叫罗小雪。外面危险，你一定要平安回来。不会的，你们也是，注意安全。那我们就在此告别吧。好，路上一定要小心。如果大哥哥把他的心上人找回来，
姐姐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这么做。你们大人真麻烦。水泄不通，摩托车过不去了，过了这个路口就是了，不行吧？警车，说不定有武器。太好了。拉不开距离啊。丧尸群作战，先拿枪。好像打死一个丧尸，然后有辆车警报响了，他好像从警车里找到了枪。不好，好多丧尸都往他那儿去了。有两个消音器，但是一共35发子弹，根本不够用。哎，糟了，他会被包围的。咦，他怎么还不跑呢？爬到巴士上做什么？他想占领制高点，以免被围攻。喂，允许你上来。忍不住了，真的好想就这么闭上眼倒下。开什么玩笑，你这个连二阶都没有进化完成的垃圾，还想吃我？呀，极限了吗？这可是个好机会，这是修炼病毒抗性的最佳时机，说不定可以突破。沙姐，那个人把丧尸全部干掉了。干掉了？他在干什么？休息吗？太暗了，看不清，好像是坐在那休息。你说他会不会来救我们呢？估计没戏了，天这么暗，他根本不可能发现我们。感觉到了，这次感觉更加清晰了。逐渐控制埃博拉的变异细胞，
往初始点汇聚。第一阶段结束后，初始点会形成完整的特殊斑纹，身体素质会大幅度提高。之后就是万能器觉醒，轻了很多。现在估计随手就能把普通的一阶丧尸给干掉了，估计有普通人的两倍左右吧。神经反射、速度、协调，虽然还没测试，但应该也差不多了。还有更加重要的愈合能力，病毒抵抗，还有随时可以大概感知三到五米以内的事物，静止不动，进入感知状态下十米以内也能感知到，极限距离大概在十五到二十米，进入感知状态需要十秒，比起精神系还是差远了。当年轩轩的感知范围有整整一公里呢。轩轩，我来找你了。两个人形生物，应该是感染者。感知范围还是不太够，门口场上应该不止这几只。五只，以我进化后的体质，加上初步的病毒抗性，对付他们应该不成问题。好机会！停！神经反射和协调性大概是普通人的三倍左右，电影里的高难度动作，我随时可以完成。看来这种数量的一阶感染者，已经对我构不成威胁了。我好饿，真的快要不行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丧尸给吃掉，我们自己就要先被饿死了。走廊上没有丧尸，不如我们去隔壁班的教室看看。晚上出去不太安全吧？没事的，哪怕我们只能找到一包饼干也是好的呀。嗯，好，把讲台抽屉里的应急手电带着。你们两个去二班，他们班有个胖子喜欢买零食，我去三班看看，注意安全。好，好。丧彪，你别闹了，都是些漫画书，没有吃的。嗯，水，太好了。有人在楼上。啊，他们出事了。丧彪，你快下来，我要去看看。啊，救命啊。小玲，糟了。小玲。没想到刚才的叫声会引来这么多感染者。用枪吧，我可不想在这里受伤。这是感染者正在进化，才不到两天，会这么快？还有25发子弹，要省着用了。这是在攻击门窗，还有活人吗？是这儿，看来房间里有活人。
以防万一，先可知一下。周围环境暂时安全，房间里应该是个女生。既然如此，不要，不要进来。走了吗？开门，我是人类。是人类。啊，有吃的吗？我饿。你认识苏若轩吗？知道，他是我们学校高中部的校花呢。你找他吗？当时学校里很多人都在往外跑，也有一部分人在学校里躲起来了。如果苏若轩还在学校的话，一定跟我一样躲起来了。这样的话，这个吊坠你从哪儿弄来的？啊，别乱动，这是我自己的。啊，你干什么？有点像。你的父亲是不是叫罗武行？你认识我爸爸？你的爸爸，他是我的朋友。朋友？跟我走吧，我带你活下去，找到你爸爸。我才不想见他呢，你有吃的，我就跟着你。只要不饿死我就行了。哼，那就成交。哎，运气不怎么样啊，什么物资都没弄到。今天先到这儿吧，上车，我们回营地。罗叔，我感觉不对劲。啊，我也感觉到了。真是大意，刚才没注意到。地爪型，很容易被抓伤。糟了，这次只来了两个人，见到有爪子的变异体。可不好对付。别慌，你掩护，我负责干掉他，速战速决。好快！天辰，明白。糟了，没子弹了。休想！将军了。好险，罗叔，你的速度怎么快了这么多？斑纹覆盖了这么多，又进化了。不愧是咱们营地战力第一的罗叔啊！别贫了，我弄到的这套呼吸法你也好好练。看什么呢，罗叔？这是女儿在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她的，是一段，她手上还有个一模一样的。女儿？没听您说过呢。名字是我取的，叫罗兰莎。现在呢？我老婆走得早，自己又是当兵的，没什么时间陪她，都是爷爷奶奶在带。现在应该十八岁了，灾难爆发的时候她才十四岁。如果她还活着的话，那个时候我跟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如果那个时候我在她的身边，她会没事的。虎父无犬女，他一定也和你一样厉害。
刚才的呼吸法你接着练，明天我们再出发。虽然不是很多，但是第一次能成功引导已经很不错了。重生前和我亦师亦友的罗叔花了极大代价弄到的这套呼吸法只交给了我，天意嘛，让我重生后传给他的女儿。交过我，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上保险。因为我永远不知道危险会从哪儿靠近，是吗？没错，你适应的倒是挺快。可能是因为看到太多的人死去吧。你就待在这儿修炼，只要不发出太大声响，应该不会有危险。你独自一人能干掉那么多感染者，就是修炼了这个呼吸法。你看到了？是啊，很威武呢，我也想跟你一样厉害。那就安心在这儿练习吧。你们学校的控电室在几楼？在地下室的储物间后面，那里很黑，最好把手电带着。感知结束，附近没有感染者。想确认学校还有没有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全校广播，找到控电室是关键。可是有种不好的预感，离开那儿的时候从警车里找到的绳索派上用场了。这里是三楼，应该够。楼道里潜伏的感染者太多，没必要跟他们浪费时间。就是这种感觉，从刚开始就一直存在。难道已经有感染者进化了？八、九、十，感知模式，没有感染者，难道是我感觉错了吗？这地下室还挺大，看来我刚才的感知有缺漏，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这儿。真倒霉。啊，不好，二级感染者。进化的还真快，二级感染者的骨骼尤其是头骨非常坚硬，要是有把趁手的重火力枪就好了。果然没什么效果，先去外面。到了这儿，你以为能干掉我吗？开阔地带，我有足够空间和你慢慢斗。
声音。想引同伴过来吗？那我就先干掉你。去死吧！数量太多了，先上路，利用地形作战。三十六计，走为上。一、二、三、四，四只。楼下的杂兵没跟过来吗？看来有机会。这家伙还没进化完全，一般二阶在短时间内能呼唤十只一阶作为手下。速战速决。小口径手枪无法秒杀二级感染者，但子弹对脑部的冲击力能使其暂时行动缓慢，如此就能创造出机会。二级最可怕的就在于他的偷袭还有呼唤同伴，单挑的情况下也是个耐打的 boss。 接下来只需要回到刚才的地下室，打开电源就行了。这家伙怕是把整个学校的感染者都引到一楼了。嗯，医务室，啊，有了，这些应该够了。医用酒精，真是个好东西。一起就上路吧。真厉害。啊，有电了。怎么没声音？哦，有了。轩轩，不，苏若轩，我是来救你的。如果你还在学校，就在天亮之后在校门口找我，我会在那儿等你。也许会让你觉得奇怪，我们只是陌生人，但希望你相信我。希望你还在。广播我听了，原来苏学姐都不认识你啊。嗯，明白了，原来是暗恋呀。难道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看见了从学校走出来的校花苏学姐，然后一见钟情，暗中调查，然后疯狂暗恋，一定是这样。啊，别瞎想，趁现在赶快休息一下，天亮之后出发。哦。天亮了，准备出发吧。嗯。啊？天成哥，校门口有人。是轩轩。天成哥。终于再见到你了，轩轩。
算了，我问你们，知道苏若轩在哪儿吗？啊，不知道，不知道。看来他们是来找靠山的。哎，同学，我们可以一起走吗？我们会好好报答你的。放开。我丧彪，别闹。嗯，你被咬了？你被咬了？我靠，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不，只是擦伤，我没有。看伤口应该有20分钟了，估计最多一个小时就会变异了。不要，我只是不小心被丧尸蹭了一下，不会有事的。你这个贱人，差点害死我。我没有必要，真的，我跟他没有关系的，你们带我走吧。你忘恩负义，是谁把水分给你喝的？放开我，要死你自己去死，他妈非得拽着我不放。带我走，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让我和这个怪物待在一起啊。你说我是怪物？你干什么？你放开我，好痛啊，你这个贱人。我是怪物，现在你也被我咬了。我活不了，你也休想走。他已经开始变异了，被他咬了确实有可能被感染。不可能，我不会死的，不会的。学生不在学校，我们走吧。嗯？怎么了？我放这儿的摩托车不见了，看来我们要步行一段时间了。他叫丧彪。是啊。他很特别，以后说不定有大用处。啊？是吗？丧彪身上感知到了一些东西，似乎是进化了。你是说我的丧彪它进化了？也许吧，毕竟到现在为止对于病毒的研究都是靠经验总结，也许有我不知道的呢。灾难爆发才刚刚不过4天，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我说我是穿越回来的，你信吗？信。你还真信啊。算了，以后多观察吧，说不定他真的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能力。怎么了？那边有枪声。没听到，但是我记得那边是警察局的方向。警察局吗？我们去看看。对啊，有警察的话我们就安全了。哼。老林，我顶不了多久啊，子弹迟早要打光。可恶，先顶住，刚刚才撤离了一批民众，我们要为他们争取时间。妈的，收缩防线，逼退墙。我还以为到了这里就安全了，我们不去帮帮他们吗？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一切只能靠自己。我们去哪儿？上楼。我们真的不去帮他们吗？1、2、3、4，你在这儿等着，别放松警惕。嗯。丧彪，安
安静点。哼，小心后面。丫头，到了。开枪啊！不，不要，不要过来！对不起，我应该待在那里的。下次记住，进入战场要先观察四周。不过，恭喜你杀了一只感染者。嗯。我刚才在外面看过，这间房的窗户应该可以看见那边的战场。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帮他们呢？那种程度的枪战，会把周围数公里内一半以上的感染者引过去，太危险了。但是他们有枪啊。这里是市区，他们就十几个人，敌得过成千上万的不死大军吗？我们过去无疑是送死。那我们在这干嘛？还不快走。等他们都走了，我们就进去找武器。老林，不能再拖了，趁现在他们还没完全围过来，我们快撤吧。好吧，我们撤。全体注意，雷队形准备撤离，按原定路线。他们好像要撤离了。收拾一下，我们准备走了。整个屋子我都翻了，好像就这些有用的。都塞包里吧，刀拿手上。这车钥匙有什么用？这把钥匙和楼下的越野车是一个牌子，说不定可以开呢。可以试试。这是最后一个弹夹了，给你备用，子弹稀缺，能省则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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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跟我说过，高强度的作战可以促进身体的进化。不错，虎父无犬女。我不想一直拖别人的后腿。你不是说感染者也会进化吗？我们会不会遇到？一般来讲，100个感染者之中会有一只进化为二级。二级的力量速度虽然有提高，但还在人类极限的范畴内。但致命的是，他们学会了偷袭和呼唤同伴。对付他们，重火力武器还是有效的。至于二级以上，我们暂时还不可能预见。那时间呢？他们需要多久进化？一阶到二级需要一周到一个月的样子。我们在地下室遇见的，应该属于特殊情况。而且他的进化并不完全。这样啊。你看他们都走了，感染者也被引开了，出发吧。怎么样？安全。上车，开过去，用它装物资。太好了。里面可能会有留下来的感染者，记得跟紧我。放心，我已经不是12、13岁的小孩子了。你把丧标放回车里吧，然后把背包清空，等会儿拿东西。哦，好。丧标，你要乖哦。老大，那帮警察已经走了，丧尸也跟着他们走了，但是……但是什么？有一男一女先进去了，那小姑娘看起来挺水灵的，已经进去了，不在外面。滚开、哎、你他妈在逗我。都起来了，去警察局抢枪，顺便把那小妞抢过来。
警察已经把这里清理干净了，找仓库吧。那我们分头行动。也好，我去二楼看看，你自己放机灵点。知道了。周围没有丧尸，这个应该是仓库吧。警用器材吧，看来都是些还没来得及处理的管制物品。这些发财了，继续搜，全都是好东西。警服、防弹背心、警棍、头盔，啊，没一个是我能用的。陈哥，老二、老三，你们两个楼上，老四跟我去前面看看。有人，先躲起来。哎，老大，这里有个仓库。你给我小点声。别让那两人发现了。他们知道我和天成哥也在这里。走，进去看看。好嘞。老大，这里没啥有用的东西啊。切，走吧，去别的地方找找。好嘞。下去找罗兰莎。不对，二哥，那个背着撬棍的小子会不会很难搞啊？怕什么，老大是全市散打冠军，这片地方有几个能干得过他的。万一他有枪呢？咱们有四个人，还怕他干什么？他在明，我们在暗，到时候我在背后一闷棍。二哥小心呐。看到没，就像这样。应该不止两个人，刚才他们说的老大应该也来了。糟了，罗兰上有危险。妹子，枪举累了就放下，我们没有恶意，只想跟你好好聊聊。没什么好聊的，你们走就行了。混口饭吃不容易，把枪放下来，咱们一起找东西啊！你们别过来，否则我开枪了。妹子，我给你科普一下常识。开枪之前呢，要先拉保险。咋样？以后跟着哥混怎么样？哦，我告诉你，老娘的膝盖不用拉保险。老大，你还好吧？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后一个你放开我。别动啊，再动就一枪崩了你。什么东西？丧彪，
原来是只仓鼠啊。不信你活腻了，你丧彪，快过来！这是你逼我的。天成哥。臭丫头，给我滚出来！老四，老大，你还好吧？缓过来了，差点被这个丫头给废了。他人呢？跑上楼了。你刚才开枪了，他们当中的另一个人肯定也知道了。那小丫头跑不远，老二、老三还在楼上呢。哼，蠢货，你枪声这么大，老二、老三能不知道吗？说不定已经被那个人给干了。我们怎么办？不急，你的脚还好吧？问题不大，就是有点疼。啊！我抱着你走。啊！快点，没时间害羞了。好。没必要跟他们耗时间，刚才他们的枪声可能会引来感染者。靠！嘿嘿嘿，老大，楼上的仓库里还有枪呢，解决了他们，咱们就发了。小子，把枪放下，四对二你没机会。早知道就该把这两个杂碎给做了。没办法了，老二，小心呐！怎么可能？你他妈的！老三，三哥，丫头，快上来！啊，老三，你没事吧？妈的！老子吐出了你！啊！大哥，他们上去了。走，弄死他们！到车里躲着。跳下去！别墨迹了，快！啊！好吧。他们在那儿。啊！走吧。激发埃博拉撑不了多久，速战速决。来了，快开枪！他是怪物吗？老子不喜欢杀活人，是你们自找的。
这个感觉。杀你们脏了我的手，自生自灭吧。刚才枪声的动静来的，这里不安全，他们已经来了。来得真快，最多还能持续一分钟，应该够了。分尸这么快就来了，操，我不担心。天成哥，我们拖你后腿吧。干得漂亮，很有想法。你会开车？以前瞒着我爸玩过几次。那走吧，趁他们还没围过来。天亮了。天成哥，出发吧，前面有个加油站，先去那儿看看。行，那你坐稳，老司机要发车了。啊，这里有人，门后面插了两根钢管，里面可能有活人。你眼睛真好。把枪带着，过去看看。妥。怎么样？有一个人，不知道死活。丧尸？无所谓，我能应付。这是变异啊！救我！还活着？他这是怎么了？不知道，我也没见过这种情况。身上有伤口吗？有，右手。这种程度的变异居然还能活下来。这个东西。你忍着点儿。果然我猜的没错。这是天外陨石的碎片。天外陨石？还记得前段时间的流星雨吗？记得。丧尸就是在那之后出现的。这就是那颗天外陨石的碎片，埃博拉病毒的源头。啊！我们活下来的人有一定的免疫力，只要不直接触碰，不会有事。这是个好东西，以后有大用。那他怎么办？已经死了，也难怪。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活着，最后啊！一，对不住了，天成哥，我没事。没想到运气这么好，在前世，一颗陨石碎片是可以卖大价钱的。而且是有市无价。这东西我暂时用不上，先收起来。走，去装汽油，咱们要把整辆车都装满。好。天成哥，陨石碎片到底有什么用？放在身上会不会有危险啊？你知道我教你的病毒引导术是谁发明的吗？第一个融合的陨石碎片的人。融合陨石碎片？变成那个人那样，不，人类在没有融合陨石碎片的前提下，最多只能完成三次进化。当人类机体完成第三次蜕变，并且达到极限，就可以承受住陨石碎片中的能量，并收为己用。有人已经融合了陨石碎片吗？现在还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的？我说过了，我是穿越回来的。有道理。
前世一直到死都没能找到一颗碎片，现在这么容易就得到一颗，这次我一定能登上巅峰。可算回来了。啊，这位是嫂子？不是。可以呀，从哪儿绑了个小萝莉回来？原来你好这一口啊。你别瞎说。别害羞啊，不愧是我兄弟，爱好很广泛嘛。我操，疼疼疼疼疼疼疼。姓顾，你别瞎说了，这两天有人来过吗？没有啊，挺安静的，而且你说了别让任何人进来的。是吗？他们没来。哎，谁啊？谁没来？没什么，我先来介绍一下吧。她叫罗兰莎，是我恩人的女儿。耶，高斐，我兄弟。切，你没找到嫂子啊？城里乱成那样，哪这么容易？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你不是说回老家看看吗？我们就先去极限。阿晨，谢了。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我知道。激发埃博拉就感觉到了，在这个阶段强行激发埃博拉会加速进化，但是副作用应用也很明显。受伤和虚弱都是小事，最重要的是它会增强体内埃博拉病毒的强度，如果自己的病毒抗性不跟上来，我很可能会被感染甚至变异。压制下来了，在达到第三层之前，这招还是少用为好。不过这次最大的收获应该还是他，200颗左右吧，也不少了。当年我们这帮人中也只有萱萱运气好，融合了一块100多颗的碎片。哎呀、姐姐不行了。没心没肺的乐天派。不不，我们不能这样。该休息了。2996，2997，2998，2999，3000。很好，恢复了。行了，起来吧，准备出发。哦。出发之前，先给你们配些东西防身。这5把枪我带2把，你们两个一人一把，车上再放1把备用。不，我也要2把。你的臂力和枪械的掌控力不够，1把枪就够了。他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切，好吧。这套作战服适合防身，你穿上吧。这也太丑了吧。关键时刻他说不定能救你一命。嗯，好吧。匕首一定要随身携带，他们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们一命。知道就好。从这里到极限最近的路大概900公里，开车估计12个小时左右。那我们晚上就能到了？不，抄近路会经过楚州市，这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我们必须绕开。为什么？经过大城市的话，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物资啊。陨石辐射的感染率大概是80%，1200万人，你算算那里有多少丧尸？960万，那是丧尸的乐园，人类的地狱。我们可以绕开这里，路程会远一些，大概1500多公里，而且有一段山路，但是相对安全。可是，我们的油不够吧？咱们到现在只有100多升汽油，这辆车排量可不小啊。希望沿途的加油站可以使用吧，
实在不行，我们只能步行一段了。只要活下来，什么都好说。每天赶路不超过8小时，其他时间用来休息和锻炼。如果顺利的话，后天到极限。在这之前，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啊？每个人俯卧撑500个，外加200个深蹲跳。不要！要死了！你的，你们都是修炼了病毒引导术的，才这几下就累。大哥，有没有搞错啊？500个呀，你是个人吗？他昨天当着我的面做了1000个，今天早上又做了3000个。哎，上车吧，我们出发。啊，天辰，要不换我吧，你去睡会儿。你会开吗？开玩笑，我10岁就把我爸的车给拆着玩了。哎呀，你放心吧，我车技好着呢，不比你差。啊？这跟开车有毛线关系？我操，你别闹，很危险的。注意点，别给我开沟里去了。知道了，知道了。谁告诉我的车技很好的？怎么回事？前面堵住了。那也不是你急刹车的理由。高飞，快跑！跑？怎么这么多？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踩油门！前面有护栏，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撞过去啊！加速，他们快追上来了！妈的，这路跑不快！拿枪，准备战斗！我去死！啊！天辰，前面有沟！啊！妈，不单行！怎么办？冲过去，油门踩到底！什么？你疯了？掉进去就完了，管不了这么多了，赌一把。好吧，横竖都是死。靠，太险了。暂时安全了，但是车好像出了毛病，得修。看来今天我们只能在附近凑合一晚了。等会儿把车锁好，我们今晚去前面的村庄看看。哦。这村子有古怪。怎么了？太安静了，连丧尸的声音都没有。别开枪，我是活人。吓我一跳，吓我一跳。把棍子放下，转过去。我没有恶意。少废话。天辰，算了吧，他应该是好人。好人？你一个人吗？村子里的其他人呢？哎，死的死，逃的逃，整个村子估计只有我一个活人了。这个村本来就没什么人，大人都外出打工，小孩白天也都去上学，留下来的都是些老人。我叫丁鹏，在这开了个小卖部混日子，谁知道会遇上这种事。那我们在你这儿住一晚方便吗？太好了，当然可以，我好几天没见到人类了，每天都担惊受怕的。那谢谢了。真是麻烦了。我看还是算了，
既然村子里没什么人，我们随便找一间屋子凑合吧，免得打扰人家。啊，天成哥，人家也是骗好意，干嘛不领情啊？天成，你太敏感了，人家没什么恶意的，还是小心点好。天成哥，你可能想多了，晚上咱们多一个人要有个照应啊。行吧，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该防的还是得防。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这个朋友认生害羞。不要紧，不要。干杯！干杯！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差不多呀。没错，全都差不多。我要一拳把所有丧尸全部活活打死。好，全都打死。哎呀，浑身酒味臭死了。玄玄，还玄玄呢，酒量不好还喝这么多。哎，地方小，没有多余的床位，今晚委屈一下就在这里休息吧。谢谢，这样已经很好了。我看你也喝了不少，怎么没醉？我不会喝酒了，所以就把酒都吐到另一个杯子里了。这样啊，你们先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了。嗯，今晚真的谢谢你了。不客气。还准备把这几个家伙迷晕一起解决了，没想到被一个小丫头扰乱了计划。那个拿枪的小子很厉害，麻醉药对他效果不大，而且他还有枪。算了，阿月应该饿了，先去送点吃的给他吧。算了，出去喝口水。嗯，水壶呢？啊？好重的血腥味，简直像个屠宰场。啊，冰箱。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都是人肉？我们刚才吃的不会是……你放心。啊，我给你们吃的是猪肉，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放你们一马，看来没什么好犹豫的了。糟了，枪放在包里忘记带了。别过来。小丫头，你觉得你打得过我吗？咱们都有刀，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天成哥的病毒引导术果然有用，换作以前，这把刀我可拿不了这么久。但是他也有刀，我可没有天成哥的身手，只能智取了。
好险！你在看哪儿呢？疼！等等，不行，高斐和天成哥还在上面，得把这家伙引开。臭丫头，我饶不了你！哼哼，大傻逼！臭丫头，你给我站住！地下室，他还没追上来，算了，先进去再说。啊，还有人？你还好吗？我和那个家伙不是一伙的。让你受苦了，把丧尸当老婆，变态！对不起呀，老婆，一直把你关在地下室里，我也是没办法。你放心，我会经常下来陪你的。嗯，看来我们有客人呢。还躲什么？出来吧！你这个变态，居然在这里喂养丧尸！这是我老婆，男人养老婆怎么呢？不管老婆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我最爱的人，永远，永远！你醒醒吧，他已经死了。没有，他没有死，他还能动，能跑，还能吃。他还活着，他还是我的老婆。啊，正好，他好几天都没吃过新鲜的食物了，就用你来给我老婆缓缓胃口。看招！放开我！臭丫头，还想跑？今天非要拿你喂老婆不可！哼！臭小子，没打中，身体还没恢复过来。把枪放下，否则我弄死他。我都快忘了，地下室还有个窗户，居然被你发现了。放开他！凭什么？老子手上有人质，应该是你放下枪。人质？谁没有啊？老婆，你给我把枪放下！你先放人。休想！那我就打死这只丧尸。不、哦，求求你，不要！我不能没有他。你放了他，我保证不开枪。好，好，好！我们交换人质，快！老婆！不要！老婆，你没事吧？老婆，老公，杀了我吧，我会变成那些东西咬你的，我不想变成那个样子。没事的，我陪着你。丧尸不会有感情的，永远不要心存幻想。走吧。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假如没有什么末世，那个丁鹏应该是个疼老婆家庭美满的人吧。是啊，如果没有末世，你也好，我和高飞也罢，现在都老老实实在学校上课呢。但我们必须接受末世来临这个事实。喂，丫头，你必须记住，这个世界只剩一个真理，用尽全力活下去。扳手，你修得好吗？我不是说了吗，10岁我就能拆我爸的车了。自从晋级第一节就一直没什么进步啊，看来最近太安逸了。搞定了。这么快？那是，只要给我工具，坦克我都能给你拆了。昨天耽误了不少时间，快出发吧。啊，好歹表扬一下吧。怎么样，前面的加油站有不少感染者。真的要这样吗？想要快速进化，就必须经历高强度的战斗。你一大男人怂什么？这个拿着，你们一起上。哎，我也要去。我教你的都白练了吗？几只丧尸还砍不死。哎，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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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几只吗？这些小杂碎我还没进化的时候就能解决了。可是。别可是了。你还好吧？还死不了。现在可不是休息的时候，快练我教你们的呼吸法。和罗叔一样，是速度系。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看出阿斐的发展方向。难道他的斑纹聚集在别的地方？这种感觉。以防万一，先去看看。血腥味。可恶，独行者！这种丧尸喜欢单独行动，但是战斗力很强，不好对付。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就是现在。打中了。王八蛋，真是顽强。陈哥，成功了，算是吧。枪法这么准，是进化之后的新能力。你看前面的树叶。啊，走你。怎么样？哎呦，不错嘛。进化之后我就感觉到了，在我的眼睛里，整个世界就好像变慢了一样，很多东西比以前更加清晰了。你这种进化方式十分少见，应该是精神系的一种分支，多体会一下吧，以后想办法给你弄把狙击。我终于不用再拖你的后腿了。说什么呢，咱俩什么关系。天辰，以后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好兄弟。妈妈知道高斐是个充满正义感的好孩子。走，回家吧，今晚想吃什么妈妈做给你吃。想什么呢？没什么，一些往事罢了。接下来往哪里走？前面右转就到了。这种地方肯定有隐藏的感染者，我们要小心。你就待在这儿，哪也不许去。等下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听我指挥，知道吗？也不知道老爸老妈怎么样了。别瞎想，
先上去看了再说。小点声，别惊动隐藏的感染者。不会吧？高斐！喂，别乱跑！真是的。阿斐，人呢？在哪儿？没看见，应该就在这一层。阿斐！啊，在那儿！阿斐，阿斐，怎么了？阿飞，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件事情，你爸，他可能还活着。对啊，我爸呢？你家里有什么仇人吗？仇人？老大，我们回来了。高知，是你，肥威。高知，想不到吧？你也有今天。我跟你拼了！哼，带下去，给我好好招待。肥威是谁？我爸生意上的劲敌。这个人做事很不规矩，黑道白道都混。不过在做生意方面，一直不是我老爹的对手。我看过你家里的情况，来的人没有带走食物和水，很明显不是打家劫舍。再加上他们的杀人手段，报复性很强。你确定你们家就是一个仇人？我爸妈很少得罪别人，除了这个肥威，就没有了。把地图给我，就这三个位置。面粉厂、水坝、古城墙，为什么是这里？灾难爆发还不到两周，整个极限在短时间内也就这三个地方可以用来做据点。肥威呢？他会去哪儿？不知道，只能一个个试了。附近最高的楼在哪儿？天成哥，高斐状态不太对啊。突逢大变，难免的，让他发泄一下也好，就当是实战锻炼了。这地方不错，除了那座水坝，其他两个点都能看见。是他们。找到你爸了？你看那边，那是面粉厂。是的，你看那辆白色的车，那是我家的，这肯定是这帮人抓走了我爸，还把我妈，拼了我这条命也要把仇报了。把你带到这儿不是让你去送死的，想报仇就先给我冷静下来。你们快过来看，这是什么？怎么了？快点快点，这是空投包。病毒爆发后的一周，许多大国就开启应援措施，其中我国就是最早发放空投包的国家之一。先打开看看吧。很好，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有效射程400米，最大射程1500米。有了这东西，你的能力也能初步发挥了。我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果然有，瞄准镜。知道怎么用吗？嗯。怎么样，看得清吗？看得见，我发现自己还有夜视能力。三个人，三把枪。他们应该拿到了不少空投包，用的都是五六式。哎呀，守夜真是门苦差事啊。那能怎么办？谁让现在丧尸横行呢？嗯，那是什么？丧尸吗？是活人。喂，小子，你干什么呢？站住，否则我们开枪了。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狙击手，狙击手一个。拿着，里面的人听到枪声估计马上就来了，把动静闹大点，我去去就来。放心，
来一个杀一个。老大，出事了。什么事儿？有人在打我们的大门。谁？是不是林胜那小子？不知道，好像是个狙击手。狙击手，快救人。五个。对方到底来了多少人？不知道。老子要你们有屁用！上，都他妈给我上！麻烦了。怎么了？来人了。对面来这么多人，怎么办？走。那有人往商场方向跑了，追，快！听他们说，刚才的枪声是因为大门那边有火拼呢，估计是林胜那帮人又来捣乱了吧。哎，对了，老大是不是把高志抓来了？行啊，消息很灵通啊。那是。别动，也别出声。嗯，三个问题。高志还活着吗？他在哪？林胜是谁？这个说。我说高志还活着，被关在工厂的厂房里。厂房？在那里。那林胜呢？他又是谁？他是县警察局的人。他带着那帮警察在古城墙建了个据点，说是要重新建立文明什么的。林胜，重生前没听过这号人物啊。再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吧。您问。我们一定知无不言。想怎么死？先去救人。就是这儿了，总觉得这厂房怪怪的。7、8、9，感知模式。这是，全是丧尸。6个，还不够，都得死。在上面，追！就他一个人，真他娘的憋屈！再派一队人过去支援，我弄死对面，别给老子回来！是，老大，不好了！又怎么了？收厂房的兄弟死了！什么？阿琴，带人，跟我走一趟。是。高叔，人，我是高斐的同学，我叫左天辰。高斐，左天辰，麻烦了。靠，砸碎！高叔，我是来救你的。别过来，你别过来。高叔，危险，你别动。他已经被折磨得有些精神失常了，也难怪，在这种地方普通人非被逼疯不可。得罪了。来得还挺快。小子行啊，有两下子在老子眼皮底下把人救了。你就是肥威吧，正愁找不到你人，自个儿送上门了。大哥别生气，我来摆平这小子。小子，你以为自己挺能打的吧？玩什么行侠仗义，电视剧看多了吧？告诉你，现在杀人不犯法了。对，杀人不犯法了。愣着干什么？开枪啊！去死去死去死！哼！梆子哥，你确定他们都在这儿吗？这地方也太安静了吧。
妈的，前面的人不会都交代了吧？高飞，又来了一队人。看到了，来一个我杀一个。不会吧，这么猛？就你了？啊，这手表，啊，混蛋！怎么了？那手表是我爸的，是他干的。老子在这儿。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高志的傻儿子。你现在乖乖束手就擒，我马上带你们父子团聚。高飞，别冲动，他故意气你的。你放心，我现在很冷静，无比的冷静。我问你，我家里的事是不是你干的？哎呦，你看到了，那真是太好了。你妈就是被我绑在那儿，被丧尸活活咬死的。高飞，老丫头，找地方躲起来。你们这帮杂碎，都得死！啊！看到了，都能看到。死！这不可能，他还是人吗？饶命！你要干什么？我这有好多粮食，把我放了，我都给你。粮食仓库的钥匙在地下室的抽屉里，别碰我下去。我对你的粮食一点兴趣都没有，老子是来报仇的，给高匪。高匪？想想高匪他妈是怎么死的，今天让你活回来。不要过来，不要！自作孽不可活，该回去找阿斐了。饶命！去了我家的还有谁？都被你杀的差不多了，战友的都在威格，不在肥威那里。也就是说只剩你了。不，是肥威下的令，我只是个跑腿的。去死吧！这就是犯事吗？高飞，别管我，去追那家伙，杀了他。你坚持一下，我马上回来。站住，别想跑。天成哥，这是高叔叔。是的，这人是谁？去高飞家里的人，就是他。是他？高叔叔醒了。别过来！高叔叔怎么了？受了点刺激，可能是精神有些失常了。这帮杂碎，真该死！命真大，还活着。你没有机会了。混蛋！就是你干的！混蛋！混蛋！老婆，都是我没用。看来他想起来了。你安慰一下吧，我们该去找高飞会合了。这是哪儿？啊，爸！小斐，你终于醒了，爸。
太好了，你还活着。看见你醒来，我就放心了。爸，菲薇有没有把你怎么样？你受了很多伤啊，那帮混蛋解决了没？多亏了你那两个朋友，妈妈仇已经报了。天成哥说的没错，你真的醒了。罗丫头，饿坏了吧？先吃点东西。啊，谢谢你了，罗丫头。哪里，应该的。你已经昏迷三天了，我还以为你醒不过来了呢。这都三天了，那这是哪儿啊？酒店呀、啊，这里废弃了，我们就住进来了。这些都是在酒店厨房找到的，厉害吧？原来如此。你还是太冲动了。天辰，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激发埃博拉吗？当时知道那家伙是杀我妈的凶手，实在忍不住。算了，好在你一直在修炼呼吸法，病毒抗性跟得上来。哎，对了，我一直没问你，你的斑纹在哪儿？啊，这，在那里。啊。就是那里啊，男人的那里。阿斐简直就是个人才。起爆了，起爆了。你这个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等你完全恢复了我再帮你看看好了。才不要你来帮我看呢。小斐，你们先聊，我回房休息了。啊，好。差不多了，丫头，你现在的身体素质已经临近一阶，只是异能还没有开启。嗯，我最近觉得身体越来越轻盈了。天辰，这个呼吸法能交给我爸吗？当然可以，如果不是你昏迷，我早把呼吸法交给高叔了。真的？咱们是兄弟啊。爸，爸，是我，小斐。爸，开门，是我。阿斐，你让开。这爸，高斐，你看这儿，这好像是高叔叔写给你的。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快得让我无法适应。也许我本来就该死在丧尸的爪牙或者强盗的刀枪下。如果不是你们救了我，我根本活不到今天。在你们来之前，我看到了太多的血腥、残暴与死亡。我一直在等着见你最后一面。您现在有了强大的力量，值得信任的朋友，爸爸很欣慰。这只怀表是爸爸的珍藏，也是我和你妈妈的定情信物，留给你做个纪念吧，带着它活下去。小斐，好好珍惜你的朋友们，爸爸老了就不给你们拖后腿了，记住，坚强地活下去。我们走吧。给。走吧，回去。天成哥，给我抽一支呗。一边去，小孩子不许抽烟。去。要离开极限了吗？嗯，这里物资有限，不能久留，况且我还要继续找他。哦，人海茫茫，咱们上哪儿才能找到啊？两个月后，轩轩一定会去楚州，那是我和他相遇的地方。楚州？没错，那里可不比极限。去那儿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达到二阶，并且要收集足够的物资和弹药。所以肥威的那些物资，我们不能错过。林队，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呀。徐毅回来了吗？没有，但是之前不是派人看过了吗？肥威那座工厂已经被人屠了。我总觉得这一切都太快。林队，肥威做了这么多孽，被人寻仇也不足为奇了。我们赶紧去搬物资吧。阿云，我们还有人手吗？
前两天不是才收留了几个大学生吗？对，这帮小子就知道白吃白喝，也该找点活给他们干了。好吧，李云，你去安排一下。好。靠，居然喊我们出来做苦力。哎，行了，咱们现在寄人篱下，干点活怎么了？老兄，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咱们也不能在基地里面白吃白喝，总得干点活才行。切，心甘情愿的做苦力，输得白赌了。你、你怎么开的车？到了，多拿些食物，容易保存的优先。哎，有人？我们怎么办？你们接着搬，我来应付。慢着，你们不许搬了。这位朋友，这座仓库的东西是我们先发现的。笑，我东西都快搬完了，你跟我说是你先发现的。我们是回去开车了。总之，这里是我们先发现的。你的意思是要独吞这里的东西喽？算了，仓库这么大，他们也搬不完的。但是他们会把好东西全都弄走了。看他们三个年纪都不大，不如让他们加入我们吧，互相有个照应。可以啊，你们应该都没成年吧？现在世道不好，你们这样不安全的，跟着我们一起吧，互相有个照应。不用了，接着搬。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干什么？跟几个孩子置什么气啊？同是天涯沦落人都不容易，何必呢？直接让他们把东西交出来不就行了？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们不成？走吧，我们进去找物资。你等等，这个你们收着，路上防身。你世道不好，你们都还未成年，多多小心啊。谢了。阿飞啊，给他们留些药品。好。哼，都是好人，就我是坏人啊。新仓库。听成哥，刚才那两个男的好像在开厂房的锁。厂房？哪个厂房？就是从大门口出来看到了那个厂房啊。那不是。停车，我们回去救人。靠，这锁捅不开啊，电视剧里都是骗人的。干脆用它得了。什么味道？去你的！救命啊！快跑！去死！别过来！啊！前面是死路。陆谦，你的枪呢？给那三个小孩子了。我们自顾不暇，你还有心思助人为乐？别过来！我！救命！不是他们。行了，子弹有限，换武器。没问题。明白。你们还好吧？谢谢。这个还给你。那怎么行？我说了要送给你，它就是你的了。别推了，枪我多的是。二级感染者。怪我，怪我！你们先走。那你怎么办？你们待在这儿指挥碍事，赶紧逃吧！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好死，给我闭嘴！交给你们了，训练了这么久，正好实践一下。二打一，不许用枪，更别说了。正完成任务。看好了。保持队形，进去之后听我指挥。明白。上。你们两个配合很一般，你的专长又不是近战，干什么跟罗丫头一起冲锋陷阵？我不是想显得男人点吗？你也别笑，跟二阶丧尸比力气挺牛逼呀、啊。我不就是想试试吗？如果不是我帮你们补了一刀，你们两个搞不好
还会被这些杂碎反杀。是是，大佬您说的都对。你是什么人？你是云姐，等等，他是好人，他救了我们。你们三个人干掉了那群丧尸，外加一个大块头。没错，就是他，红蝶，人称世界第一杀手，算起来他还救过我。云姐，邀请他回基地吧，他可厉害了。我知道，小家伙们挺有两下子的，跟我们回去吧。你就是那个营地的老大？不，我们的首领是林胜。又是林胜，这家伙居然能压红蝶一头。是那个破了红蝶案的林胜吗？红蝶案，这是我们极限这些年出的最大连环杀人案，死者不是高官就是富商，而且每一个死者旁边都会留下一个红色的蝴蝶图案。那这个杀手还挺厉害啊。那可不，但是还是斗不过当时的刑侦队长林胜啊。刑侦队长，红蝶杀手，警察，难道说怎么又变卦了？没有，那我们出发。带好武器以防万一。进来吧，开始吧。谁？别开枪，我们是活人。哟，还是个大美女啊。别开枪。干杯。左兄弟，咱们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客气了，我觉得挺好的。我猜的果然没错，这个林胜就是队长，重生前最大的幸存者基地首领之一，红蝶就是他的心腹。左天辰他们三个人就斩杀了大块头，可厉害了。那三位可都是人才呀。兄弟，不如在我们这儿住下，我们可以把一整支巡逻队都交给你们带。林队，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走。这左兄弟，我这两个部下性格古怪，还请多担待。好，没事没事。左兄弟酒量不错呀，这次招待不周，下次咱们再多喝两杯。啊，哪里，您对客气了。臭小子，老子打拼了这么久都才爬到现在的位置，现在这个小屁孩一来就有这样的待遇。臭小子，走着瞧。反应力不够还得练，休息一下，等会儿我们接着练。嗯，又是那个臭小子。左天辰，左天辰，你怎么来了？我带他们参观一下，怎么样，这里就是我们的训练场，还行吧？不错，还行吧。林队长是个重视人才的首领，只要你们留下来。左天辰，你可以教教我们吗？哎，对呀，要不你来当我们教官吧，绝对比卫东强多了。臭小子又来出风头。朋友，这里是训练场，外人免进。卫东，你别过分了。训练场里我说了算，今天是格斗训练，不能被外人偷学了。哼，就你那三脚猫功夫谁稀罕。你说什么？走吧，人家不欢迎我们。咱们遇到也算是缘分，我给你们一个忠告，刚才那个人迟早会害死你们。你是说卫东？没错。臭小子，慢着。左天辰，你敢和我打吗？打赢我，训练场让给你。我收回刚才的话，这种傻叉只会自取灭亡。你说什么？要跟天辰打，先过我这关。打够了，走吧。林队，我们不能让外人这么猖狂。左天辰救了我们的人不是外人，那也不能让他管巡逻队啊。卫东，你总是这样，以前在警局我就跟你说过不要打压新人，这次不一样，人家有这个能力，而你呢？还有阿丽的事，你再做这种不利于团结的事，别怪我不客气。哼，好，我知道了。哎，听说了吗？卫东今天吃瘪了。哎，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那是他活该。开门。东哥，东哥，你要出去啊？怎么，有意见？没意见，您请。臭小子，绝对不会让你好过。兄弟，酒量不错呀。还行，林队长也不赖。兄弟，说真的，留下吧，我们基地正缺像你这样的人才呢。
只要你留下，以后基地交给你来打理都没问题。还是算了吧，我不太擅长这种东西。另外我还有个建议。建议？极限待不长久，还是找别的地方吧。原来兄弟也这么想。极限毕竟是个小地方，物资人口装备都很缺，一年半载还好，时间长了确实不好办。看来林队长是个聪明人。兄弟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我记得队长最后在华北市安家落户，但是经历了不少波折，如果我提前告诉他会怎么样呢？兄弟如果有建议但说无妨。华北市怎么样？华北市？华北市是中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而且背靠华中山脉，河流穿城而过，有天然的两道屏障，最重要的是那里还有一个军区，武器装备足够。好，兄弟你就留下吧。谢谢，心领了，我确实还有自己的事。走吧，回去睡了。如果兄弟以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我们这里。嗯，我林胜义不容辞。会的，谢谢了。人齐了吗？等一下听我口令，一起上。怎么回事？林队，不好了，卢哥那帮人来偷袭了。什么？怎么可能？都给我上，快。老二怎么样了？半个小时内攻下来吗？不好说呀，虽然第一波攻击咱们弄死了不少人，但是这帮人跟打了鸡血似的，都是硬骨头。林胜手底下的兵确实不错，这里交给你了，必须给我拿下，都给我上。冲啊！灭了他们，攻下来里面的食物女人都是你们的。下来。龙哥有事吗？这次我们如果偷袭成功，你算头功。谢谢龙哥，谢谢。但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你不是说现在是他们换房的时候吗？为什么我的人攻了这么久都没有攻下来？龙哥，里面的人毕竟是林胜啊，而且咱们第一波攻击确实有建树啊。听着，老子要的不是有所建树，老子要结果，老子要他们的粮食人口装备。我给你一队人去增援南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一定完成任务。还不快去。我去。龙哥，虽然我们占上风，但是林胜那些警察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放心，我早有准备。等攻下了古城墙，你找个地方把卫东做了，不要让别人知道，就说是战死。好，都给我去死！靠，阿里这家伙火力这么猛，你们有人枪法准的吗？快去把楼上那个大个子弄死。来吧。你们这群王八蛋都别想活着离开，都给我死！躲开！谢谢兄弟。靠！阿斐，交给你了。明白。哼，臭小子敢跟我对局！死了！我操！你的手还好吧？你们，这里我们解决。你带着你的人去支援林队长。可是，哎呦，你就放心吧。挺住，绝对不能让他们攻过来。林队，南门那边人少，要派人增援呢。哪还有多余的人去增援？阿云，你有把握干掉那个龙哥吗？不好说，这家伙谨慎得很，要不我们请左天辰帮忙。算了，人家是客人，没必要为了我们犯险，自己的困难自家解决。你带一队人，不求多杀人，但是要压着他们打。是龙哥。龙哥，这么打太浪费子弹了吧？浪费吗？论枪法实战经验，林胜那帮警察甩我们几条街，你觉得让你上就能弄死他们吗？这把他们所有的主力全部吸引到北门，这样南门的人才可以快速攻下，完成包抄。我靠，龙哥英明啊。靠，他们子弹用不完吗？这样下去不行，必须快点。
点稳住去支援南门。王八蛋们，你大爷来了！阿力，嘿，林队，我来的是时候吧？你们怎么来了？南门怎么样了？我从那儿撤出来了。昨天陈他们几个让我过来支援你，他们在跟那帮王八蛋纠缠。他们就三个人能行吗？放心吧，那仨牛逼着呢。嗯？王八蛋，居然拿我兄弟当盾牌用！不错。啊？那是天辰，那是卫东，他叛变了。卫东，火雀，抓活的，知道了。速度又提升了不少。妈的，开什么玩笑？那帮人太变态了，绝对不能被他们抓住，否则我就完了。还能？妈的！哼哼哼！死丫头，放开我！快放开！想得美！要不是天成哥拦着我，昨天我就把你给打趴下了。放开我！你就在这儿给我好好待着，等天成哥来收拾你。搞定了。天成哥。嚯，绑得还挺结实嘛。是你把那个叫龙哥的家伙引来的吧？是又怎么样？老子最讨厌叛徒。你懂什么？我为这个基地付出了多少，你们一来就想踩在我头上，做梦！傻逼，放下来吧，这傻叉还有点用。我好不容易才绑上去的。别玩了，正事要紧。好的。走吧，你个倒霉玩意儿。卫东被抓了，这三个人好变态啊，必须赶快告诉龙哥。有人监视我们。我操！靠，好险，小命差点没了。死了？没有，被他逃过了。无妨，先干正事。林山，缴械投降，我可以考虑放过你们。休想！我林胜绝对不会对你这种人卑躬屈膝。要打就打，人输谁赢还不一定呢，谁怕你啊？没错，有本事来啊！一群莽夫。南门那边有消息了吗？我让刀疤过去看，应该快回了。不，等南门破了，我们就赢了。龙哥对吧？你也不用等了，你的那帮小弟已经被解决了。啊？兄弟，你们……林队长，放心，南门那边已经搞定了。龙哥，认识这个人吗？龙哥，救我！卫东，哼，废物。左天辰，这到底怎么回事？已经很明显了。卫东，是你泄露的我们的布防情况吧？林队，妈的，居然敢背叛我们！放屁！明明就是你们先不仁，老子才不义的。这小子就一新来的，凭什么他的待遇地位要比我还好？凭什么？你等着吧，龙哥会把你们一锅端了，到时候这里的物资女人都归我们了，而我就是最大的功臣。吵死了，果然是个疯子。林胜，你眼光不怎么样啊，这种蠢人你也会让他掌权？疯子。林队长，这人应该还有后手，注意防范。说得对，我有些激动了。阿云，你带几个人去里面看看，别出岔子。知道了。你袭击南门的人已经没了，内应也死了，还不退吗？退？我为什么要退？就算南门突袭失败了，我还是占据了上风，就算是强攻也能把你们拿下。天辰，打不打？淡定，对方人太多，而且都有枪，先不要轻举妄动。调动手说一声就行。林胜，真不打算投降？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那就不能怪我了。带出来。快过去吧，你们都给我老实点。你们干什么？龙梅。啊，林盾。林胜，这里有的是你的老部下，
有的是你同事，还有一些普通人。究竟想干什么？让他们见见。放开我！老林，这是哪儿？你们想干什么？他们怎么在这里？姐姐，别怕，我罩着你。林胜，开城投降，不然这些人都会死啊！苏天辰，啊，大哥哥！哎呦，陈哥，看来你背着我干了不少事情啊！哟，相互都认识啊，看来我这些人质还带队了。混蛋！林胜，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吗？建基地，还搞什么秩序？都他妈是放屁！现在这世道，有枪有粮有人才是硬道理。这人是你的老部下了吗？老林，不能投降啊！连你兄弟都保不住，充什么好人呢？龙岩，老子跟你没完！龙岩，靠！我早该想到的，跟队长作对，还姓龙。怎么了？你又认识啊？这家伙就是龙二爷，那个变态。这人当年为了攻别人的基地时，曾经引发了一次百万级别的大势潮。不能让罗老师他们落在这家伙手上。大哥哥救我！阿飞，准备战斗。得嘞。罗丫头跟我去救人，林队长掩护我。兄弟，别冲动，他们人都有意思。这小子给我抓活的。老子一棍子敲碎你的头！不简单呢，龙哥出事了。刀疤，正找你呢。卫东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什么？他们三个人干掉了我们整个突袭队伍。撤，立刻回去，把人质带上。是。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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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消停点儿。天辰哥，他们要带走人质。阿飞，明白。小雪。大哥哥，糟糕，这样开枪太危险了。大哥哥，你好像长壮了不少哎。卢丫头，小雪交给你了，我去救罗老师。好。龙哥，下令开枪吧，把这小子弄死。不急，你没发现他很特别吗？特别？走吧，收工。卢老师，左天辰，别管我，保护好小雪。给我让开！操！龙哥，就这么放过那个小子，便宜他了。你懂什么？他会自己找来的，一定会回来的。